无痕二现在玩的游戏是缺氧，然后今天好像有一个改版哦，Q3326399，哦，改的好像比较麻烦，什么疾病比较容易中疾病什么的，它那个免疫力不见了，这个是什么？C，这个不是免疫力吗？哦，先给它执行了，现在好像那个。job 工作还要重点，变成技能了，skills。我不是用官方翻译哦，改成这样，傻眼！我本来这个是干嘛的？健壮，我只记得玛丽是那个宇航员，先把研究助理、科学家这些点一点，改成这样，加个力量。咦，我不是用官方翻译哦，那是哪个翻译啊？咦，宇航员不能点了，Can't master to a 宇航员 skill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点？然后帽子未分配，咦，这样我不能被传出去了吗？Can't，为什么 Can't？这可以弄掉，也不能弄掉，好嘞，我不能点这个哦，16，我懂了，那怎么玩呢、啊？所以我太空船不能飞哦，还要多少经验？1万经验。越改越麻烦，我就会做那个测试的，然后把这个版本改成上一个，一个要5000，很麻烦呢。平常工没了，亚伯两点，这个玩是干嘛的、啊？力量挖掘，应该也是勤杂工吧？救助。这个保安是干嘛的？保安是干嘛的？这个是乌鸦，3点。普通的耕作，这是牧场的吗？我牧场的是谁啊？我忘记了、欸。场地打扫，然后多一个新职业，护理医生。为什么要改成这样？我头好痛。这我记得好像是牧场工啊。这可以点满。这个本来是干嘛的？建造啊。挖掘应该是挖矿的，下应该是建筑了吧？建造只有3呢、欸，哦，知道，乱点，加工，还是非点非点，这个比较伤脑筋啊。长远，然后那个士气本来是在上面，现在好像变成直接直接选了，要怎么看啊？是这个啊，MORALE，好惨哦！啊，这我火箭不能飞哦。可以，所以只要那个学徒就可以飞了，是不是？是还要充那个蒸汽啊，然后我记得上次飞完好像加了50点的那个点数，哪里去了？这台，那东西在哪里？哦哟，数据库，
49.5，诶，所以这可能可以把这个研究满吧，200，我看可以到多少吧。跑掉了，你干嘛会发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发呆？我在那边聊天，又要停工了，就是。硬件水，直接硬水出来。泥土，搞一泥土好了。硬水出来，那还怪怪的。哦，停工时间。然后好像有新的生物，可是我没有开新地图，所以没有。那个疾病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也要开新地图啊？哇，我有开新地图，我可以试试看。突然来一个改版啊！哎，这不行，为什么？缺少砖块，啊，不让我旋转，你还缺少砖块是怎样？要跑掉，跑掉。然后有没有新的那个研发的？记得本来差最后六个，啊，这个是 debug 按掉的。我有多一排新的。老师，细菌传感器，咦，啊，这个不是本来在那个哪里的？现在要单独研发就对了。那旧的嘞？那我旧的那一台不见了。这本来还有一台那个什么仓的，不见了哦，跑路药。新的药没有翻译的，没免疫增强剂，免疫增强剂，这好像是维他命啊，对 ，IMMUN 哦，不知道不认识的是，不得，的食物中毒，缓解食物中毒。好，不念。我觉得还要刺花种子，缓解不知道什么，感觉都是生病吃的药。16。好像飞一趟不够，六次要飞四趟啊！咦，数据库不足，真的不足哦，没了，所以差不多飞一趟50多块60，充满了吗？再飞一趟吧，应该没那么快满了。咦，没有。我不要把这个变大一个啊！我开 debug 哦，做两个好了 ，Ctrl F 四，23，好可怕的温度啊，都100度，感觉就是会出事的那种，那个挖掉。把那个水库弄大一点，是不是？二砖，这样也没多大。好，再之后再扩大。我还要繁殖。哎，又多一个 ice maker 制冰机，新的东西。制冰机。
然后觉得我这边也给它扩大好了，哎，没带水。那还没有蒸汽呀，还有，我等它挖完嘛。弄三台，哼，还是三台跟一台其实一样，没有必要弄成三台这样的。家具，再一台。风气缸的，放三台应该不会出事吧？也是很耗电的。拆除管道，耗电。我这电会不会爆炸啊？120、240、240，我接两台就好了，一台装饰品这样，不然720加240，我可能后面还要再弄啊，两台。这样真的有比较多水出去啊。我怀疑，你要多蒸汽啊，水。像也还好哎。哦，我再弄一点水，让它抽上去蒸发。是吧？你有点多此一举，其实直接弄蒸汽把那里填满就好了。如果都是用 debug 的话，多少千克？10千克，温度常温是多少？300度 K 左右。然后秒，绘画，好少哦，怎么这么少？好，就这样啊。没了。10千克很少，100。为什么不能绘画？为什么？100也很少。突然想到我家里会不会缺水？好，缺水。那1000是多少？1000可能是一格，是不是？沙眼，咦？我变沙眼了。哦，那个箱子的材质是沙眼。哦，我的那个养石没事。自己吓自己。奇怪，我明明放的是养石，我变成沙眼了。盖一只火箭好了，试试看盖在上面。为什么这个不修理了？好，我把下面这边的拆掉，换成钢的，然后上面就不要用了。因为火箭好像不会被陨石打到，只有这个架子会被打。下面可能要用一个那个挖矿的，不然会有那个石头叠在下面。我要猜什么？建筑，全部换成干的，但温度好像也会上升哎。这个要，钢，地堡砖，一格一格按，
啊，这个就不要了，一百了。信号线要留什么？信号线跟电线，那应该没事吧？有事的话再改啊。感觉就只有这个门架需要挡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个挖矿，运输机器人矿工。来这边应该没事吧？刚刚好问，还有电。哪里偷接？要从哪里偷接？从这边接出来。超懒惰。哦，都压电线。应该没事吧？这个为什么扣血？哎、欸，所以太空梭其实不用挡住啊，只有这个门架要挡一下。我挡在这边，把建筑遭到破坏。哦，没事，这是原本就在地图里面的东西。哎、欸，淹水了，为什么？来不及变成蒸汽。不淹水了，完了吗？哎、欸，差不多啦，可以准备发射了。哦，第二次发射了，还是同一个地方吗？你？感觉左边这个没有比较好啊。哦。一完成发射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行？啊，我把下面那个火箭拆了，好烦哦！在那边选，拜拜拜拜拜拜！好，现在不用选了。哎、欸，还没走了，嗯哼，还没走了。然后砖快爆了，所以那个一直斜的刚好打过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改地堡砖。嘿、欸、，what？ 哎、欸，新哈姆，是怎样？陨石斜的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我的那个火箭飞出去的时候撞坏的，是吧？那还要做个门哦，麻烦哦，干嘛这样？因为火箭至少要这样才能出去嘛。伤脑筋呢？嘿嘿，好酸。啊，这个不是干的吗？为什么会坏掉？不科学，明明是刚做的。再我要再放一台那个收东西的，那叫什么？运送清扫机吗？是这一台吗？哎，可能那个离太远了。放两格这样，这样看会不会安全一点？有要吗？好，这样。有没有要修？有没有那个你 bug 修理？还是其实有？咦？哎、啊，玛丽在这边，为什么我的火箭可以飞出去？很有事欸，为什么火箭可以飞出去？我驾驶员在那边呢？为什么？
然后这块，你说他为什么一直往左移啊？到底谁搬了他？然后又，喂，为什么淹水了 ？What？ Why？ 嗯？这边有淹水。地面为什么会有水？哪里漏出来了？我有破管吗？好诡异的啦！到底这个水从哪里出来？蒸汽外泄之类的。我不晓得这个水从哪里冒出来，这里是硬件，这颗硬钢哦，冒什么气？我硬导血哦，是，气含量低，低量，这个厕所，这个厕所会用，厕所正式启用，可是里面没有氧气。上个厕所还要憋气，我憋气憋好远。你直接，因为我 debug 开了。也没有人要来修。好了，你要干嘛？修吗？修好了，秒修。好哇，这修好久。然后这台没有收起来，没有自动控制线就没弄好。啊，就是应该会收起来。换成钢好了，拆除建筑，先暂停一下。哦，要再盖一台吗？在哪里可以再弄一台？做个楼。这边再弄一台，这样可以那台回来，这台出发，这样对不对？好像没有，蛮有道理的。把它挖掉。架先搭。好像不能先搭门架，搭梯子。门架到底要多高啊？一二，这算什么？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，哦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。边哦，啊，我都在拆掉啊，
吧。怕被陨石打爆。哦，现在只有蒸汽的。然后研究舱，其他是 debug 跑出来。坏，终于不行。嗯，刚才点到什么？为什么不行？所以啥？只会停止呢？哦，还要接管跟接线，先充气吧。气管道，咦，这样可以吗？不会出事。对，还要接电线，这梯子怎么了？ What？ 梯子过热哦？没有啊，21度，所以梯子会被陨石砸坏啊？这种事啊，哈哈，这样就伤脑筋了。怎么被陨石砸坏啊？我非常不确定哦。啊！会被占用的空间。What？ 嗯？必须建造才会被占用的空间。我一个问号哎，哪里被占用了？来着，梯子有 bug 哦，这边可能有坏掉的梯子之类的吗？什么都没有啊，有全部被占用的空间。奇怪啊，可是被那个火箭占用了。哇，规划错误 ，GG 了。那不行啊。会烂一点。我回来了，又撞坏了，回来了，又撞坏了，然后数据库60，10+50，10了，我猜是驾驶舱了，啊，那、啊、就只有这样哦，这趟好亏哦，就只有这样，分配。吸完成，诶，还是看这个的啊，随机，然后这个全部都是50，哈哈，要修了，好惨啊，这组遭破坏，那好烦了，我把它拆掉好不好？呵呵，过热紧张，就留着吧，不要拆了。突然好想把它拆掉。这小子一点，工业站没有废掉。1000克。
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MATILS， 查一下。MATILS， 布料。哦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这个到底是看什么的？光照，光光，不行，没办法，一次两台。设计不良。这边的地砖温度好低哦。这边应该给它建在这边哦。换这个加热比较慢。哦，喂，哦，梯子是被陨石 A 到的啊！啊，麻烦。然后这个梯子跟我的重叠，哇塞！哎，梯子不能防陨石哦，居然。压力过大，谁？压力过大，为什么？林赛，林赛在冲他脚，你嫌乱？压力过大，力气，欸，是啊，不是你啊，林赛，哦，是你哦，你为什么压力过大？你是怎样？说清楚，讲明白。低士气耶？为什么低士气？今天的压力，食物中毒。他有中毒吗？健康指数满的。细菌，他真的食物中毒哦。84个细菌还好，感觉没。客观的故事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压力爆表，运气下降中，不知道有什么了，有氧气吗？缺氧。卧床休养。我突然出现一个压力爆，快要爆表了，60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嗯？为什么突然压力爆掉 ？bug 啊？都不理解，无法理解。哇，暂时不要管他。梯子全毁了，干嘛这样？拆除建筑。如果连我的火箭都拆掉，可以。哎，哦，我把那个高压电线拆了。在干嘛？电力，再把接起来。但好像也不行欸，真的多一个门吗？一步明亮，还是从别的地方绕过去？为什么又有这些莫名其妙的？感觉是那个地鼠做的事，可是我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里。可恨的地鼠。哎，我还要一台那个，
就不用了哈，这个感觉充不满哎。系统到228350哎，为什么我输气管道要修理？这边会爆管哦。哇，温度太高了，失算。这边的温度没事，也有事啊，100多度。再再弄一台机器人。这电到底会不会爆掉？超怀疑。好，爆了再说。哎、欸，嗯，为什么？好怪哦，为什么？莫名其妙被掩埋了，你真的是那只地鼠啊！防火、防盗、防地鼠。手机爆炸！哇，这梯子是我做中锋的，这样比较不用修那么多个，这样跳过去啊，能跳过去，跳跳跳。隔热砖到底为什么会坏掉？有点搞不懂。这个应该给它管线外露，不然都看不到那个有没有出过去。这样好像不太妙，分两个。为什么要做这种蠢事呢？13123，这变成平均分配到两个。哇，压力有在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跳到60，非常诡异。没有在研发了、哦。嗯，好的人被派出去了、啊，研发个毛线哦，打眼嘞、欸，被派出去了，所以无法研发，那怎么办？先用别的，把那个药的用出来。极小翼，这个不是本来就有了，另外分一个出来，莫名其妙。诶，研究完成啊！我开那个打错 F4，哈哈哈哈，啊，算了啦，这四个没拆完，忘记有开了，那开的话点一下就自动完成，这个就被我点掉了。会选择研究，我先关掉，把它点回来。好，喂，什么东西？
这是什么？嗯嗯，我、哦、这个研究没有什么会完成之类的。他、啊、那个被派出去了、啊，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派出去了？派出去？我说错，他没有被派出去，他只是卡在指挥枪出不去。87的动画，细菌感应器，塑料，药物洗手液。多了一个这个，这是干嘛的？我翻译看不懂。医疗中心，我这种翻译看很慢啊。嗯，这样没什么用。老兵，有个技能点。不知道你要给他升什么？健壮、亲切、放牧耕地。咦，这个不会是我的那个农场的吧？给他升什么嘞？啊，务农啊！技能升级，哎。被陨石砸到，你等的麻烦。啊，我那个第八颗那个快速键上关掉了，快速键上关了。哇，原来自己盖。突然每个人都穿太空服。57566。现在可以飞得到、哦。威力还差三多，知道吗？重量惩罚3公里，质量惩罚。这是其实不用用到满也可以发射。抓抵达，啊，现在有了，这个不会消失哦，莫名其妙哦。哦，没有数据库了，差不多120，所以要飞4次才能研发一个，好惨哦。还是我研究舱装2层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非常好奇，拆这个试试看好不好？2层研究舱。这能发射吗？可是这样又要往上垫高，好，垫高。研究舱 ，double 研究舱可以耶，研究舱，然后这样又要往上盖，要不掉。
这样吧，当装，还有楼梯，楼梯包，哎，快没点到楼梯。那这台要干嘛？这台就没用啊。好，放着做纪念。哎，这台可以发射了吧？分析完成。咦？咦？它那个问号消失了，反正后面还有问号的，见了。气压服，我再做一件好了。金合金，再见了。我的污水怎么那么少？也消耗的太快了吧？这个就不会消失啊。这个应该算 bug， 明明有人可以用啊。可以 search， 花哥的日月不足气压符挡存在门架，所以我就算那个人穿着气压符，里面还是要一件气压符啊，开玩笑了吧？好哦。气压服嘞？嗯，完成了吗？好啦，还在队列里面，还没生产。可执行的订单。哇，那个人，哎呀，我的怎么死光了？剩下一只。嘿嘿，怎么死光光？哎，为什么？不然死光光，现在就是长毛小滑头又死了。我去拉组织回来，这是温度不对吗？是怎样？31度 OK 啊，还是20的？刚刚有看到20的2，这种好像是要氧气啊。我头好痛哦。2，怎么办？我在那边省一点氧气好不好？那个吃了氧化碳生16的死光光啊！氢气，哎，氧气旁边液态氧，这个是会生液氧啊？气氧气，还是算了。把它复制到上面去。啊，在这边飘，哪里比较可以丢的？这里好了啦，这么空旷，随便你飞。这真的会生一氧出来吗？植物是氧气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它会生什么。装修，哎，只有写氧气耶，是不是这只可以生液态氧？那为什么那么多发光材？压力过大，90了，为什么啊？零晒，
也没有事欸，到底怎么了？人呢？为什么林赛压力过大？还是在那边都憋气？到底是怎样？憋住呼吸，好惨哦！加五趴憋尿，嗯？那这厕所不能用吗？憋尿？哦，搞不懂哎。所以这边的厕所不能上，是不是？啊，上到一半没有氧气，好吧？坑人的厕所，还要洗个手。OK， 所以厕所要放氧气哦。啊，快死了！往下走，厕所，厕所。我需要厕所这样。啊，这边设计不良。我还想说这样不会有污染啊，因为那个污染会不会排掉？我100%了，一爆掉。这个地图第一个压力爆掉小了，太酷酷了。QQ， 怎样、啊？你到底要哭还是要上厕所？好惨哦！可以上完厕所再哭吗？欸，这有 bug 啦！憋尿快爆炸了！欸，这有 bug 啊！厕所上到一半，然后跑出来哭哭，我要哭够了！好，压力没事。欸，现在那个哭哭不会有水了，记得会有水。厕所设计不良，差点把自己害死这样。啊，所以还是要把它围起来放氧气哦。麻烦了。嗯，那、哦、我那个火箭发射，它的运算缺少气压服。好，先发射另外一台。生气耶！为什么气压服都没有生产？有啦，没有要把它放进去。打野。看来今天没什么进度，纯粹拖台前。发射了吗？这台是不是被撞坏？奇怪，到底哪里不对？哦，走起来了。然后呢？去找门架。哎、欸，哎、啊、不是，走起来了。跟我讲缺少门架。哎、欸，这个不合理呀、啊，超不合理的。很不合理耶、欸！不合理啊！你发射要横架啊，然后怪哦，为什么这样？
OK 啊。你还是我可以直接发射，那个门架没差、啊。发射任务，在哪选？发射。然后呢？OK， 没事，只要二十一点发射了。这还没办法，还可以发射吗？不行，分析完成。哇，他终于把那个太空服送过来，应该我可以再指派他一次哦。可以耶。人还没回来，八七，等他回来会跑到另外一台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这边满满的二氧化碳，又多了一个获得技能点数，还活，还活是干嘛的？现在也没干嘛的、啊。一样跟坐，咦？我怎么那么多人跟坐？面条手，很壮。需要那么多农夫吗？你这个红色是什么？工作请求。这个绿色跟红色不知道什么，哦，给它当什么艺术电卡文物理亲切物理场地管理员，哎，还是也当太空人，可是应该点不上去啊，还要非常多的技能点。这个系统越改越麻烦，觉得旧比较好哎，至少不会需要的士气越来越高。这二氧化碳好多、哦，为什么？千多了，之前是觉得没有二氧化碳怎么会这样，现在觉得二氧化碳怎么这么多？把这门打开好了，哎，算了，开了。然后二氧化碳从空从这边跑掉，然后真空，快速减少中。这边二氧化碳就没那么多，就是因为这台那个电脑的比较快，有可能是这样，这台耗电量太大。可是我这边都穿太空服了，其实 也不用啊。然后这个可以这样点的原因应该是。我用那个扛抽加 F4， 不然应该要人过来他才会开，应该是这样。太空船回来没有办法自动缩，所以我这个电路也是不 OK 的，那要怎么改啊？有情况吗？不能只是这样哦、喔，这么不开心。
修改。飞回来的时候就撞坏了，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人家弄好会抄一下？有办法用这么简单的电路吗？不然他回来之后撞坏就要修一下，出去的时候没事。我都想不到办法。反正就回来就给他撞一下了，不要浪费很多钢这样。也真的想不到。因为他出去的时候这个也是那个红色的。刷新端口，什么是刷新端口？输入，这种是输入。为什么叫刷新端口？直接调看一下。这也是红的。刷新端口。听起来又怎样？温率的不是哦，这个是输出端口，这也就自动化，所以这个端口跟这个端口是一样的。嗯，红色是带率，绿色是。激活，对，那是激活状态。可是火箭出去跟准备好都是那个红色的，这样怎么分啊？也真的想不到，我去抄一个好不好？而上次有看到一个超复杂的，不是很想盖的那样。有不能手动收，用开关。那个火箭飞出去，也手动把这个关起来，这好像蛮蠢的。一点都不像自动化。想到，巡逻啊，这边有一台线绳可以用，这台有用处啊，可以拿来研究。有火箭在的时候是红色，咦，那飞出去也是红色啊。再跟母亲都是红色，哦，在的时候没准备好是红色，然后那个不在的时候也是红色，哦，我想不到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弄，这个设计太不开心了。你为什么它掉下来就干了？嘣！现在只能在它发射出去的时候，价值会收起来。对吧？发射的那个时候，价值会收起来。不到哎、欸，就可以光手动收好了。
生气，开关在哪边？关了。信号开关必须由复制人手动切换。欸，不会收啊，骗我。还是上面有说。哇，这样还要放那个杂物，尿了一地。啊，我没厕所、哦。没厕所了吗？家里没厕所，太多人了。哇，家里没厕所，这样不够，塞台，弄一个厕所。厕所在哪边？我要去管道。本来要摆盆花了，结果变成厕所。好吧，算了。新硬件没。但好蠢哦。对啊，手动去开关。这个是 Ctrl 加 F 4的，没有的话要那个复制人走过去，关掉。然后等人家过去关。这样真的很蠢欸，我蠢。有没有办法侦测那个火箭已经飞出去的状态，跟火箭没有飞出去的状态？还是有不用复制人就可以用的开关？欸，好像有温度传感器，好像可以。呵呵呵，这个还是要滑鼠去点啊。回来。然后捡了数据库，欸，只有10，欸，好扯哦，只有10，那个50的不见了，被吞掉了。阿力大大，哇，这个货竟然没有收，这边用传感器弄一个，温度开关，无线。然后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调高与低于，欸，不是这样的吗？问号，欸，真空抽不能用哦。鸟，但时间传感器耶，这个我没玩过。激活时间，哦，这个是到时间就会跳。气压传感器，越弄越惨。这总可以的吧？不行。那不是0吗？这样不行吗？啊，没有接电啊，哦，87，哦，没有接电，那电要怎么接？感觉接出去就爆掉了。反正我不可能两个火箭同时发射嘛，
如果同时发射，再想要怎么弄，不如就把它接在一起好了，也是颇麻烦。好，这个电路乱调了。好，这样可以收了吧？耶、好烂哦，发射了。气压传感器好用，你把它放出来收起来。这还是要滑鼠点啊，要不怎么这里有两根动画电线？哦，在试那个我现在的讯号是怎样？好吧，肯定啊。又有人得到那个技能点。气压传感器啊，对，这个应该不用小人调吧？应该要试一下。不会吧？这需要小人吗？我玩到这里，哦。诶，不需要小人也可以了。获得技能点。其实我觉得我也不用技能点都点出来。点都点了。那不能用行加工。这个练满的话，要的那个士气一定超高。有一点水了，我不懂为什么有点水。为什么会有点水？好奇怪的啊，哪有水啊？啊，是不是那个火箭下来的时候有水？哇塞，还有这样的哦，干嘛呢？太奇葩，有可能哦，就是这样哦。咦，这火箭，因为我是蒸汽的火箭嘛，下来之后就有水，对不对？我猜测应该是这样啊。更麻烦。那很麻烦呢。所有的水就一路往下滴就可以。所以那个水还可以回收啊，循环使用。那个水应该不够啊，循环使用。你还是他从外太空带水回来，是有那个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水，好像没有水啊。哇，我也不清楚，只有第一趟回来有带一个这个不知道什么 small open，乱念，哇，不知道是这么念的，要干嘛的？这很厉害。熔点超高，然后不知道干嘛用，装饰品，打扫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第一趟回来就带这个，然后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，其他就是大家猜猜看的。工业原料，咦？震荡充电器跟什么？震荡充电器，木瓜哥，
重量充电器？什么东西？未耗尽的神经震荡器充电，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莫名其妙有一个，是不是那个太空船飞回来的时候拿到的？这样不确定。装，是装弹。那我要怎么少两个？我有人生病了，不扯，食物中毒，可以再扯一点啊，那食物中毒，食物中毒会怎样啊？好容易食物中毒啊，然后这个有那个粉红色的，那个新的什么僵尸病毒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记得好像有人说那个白痴会变僵尸，然后现在改成正面的什么的，粉红色病毒，我靠，我冰箱里面都是细菌，小人好可怜，哇哇，多少啊？11万啊！哦，有夸张？为什么我的冰箱那么长？那是不是每个吃的都食物中毒？啊，不管了，食物中毒就食物中毒，不要死就好。乖乖的食物中毒啊，看完。为什么这里又有那个？欸，超诡异，为什么？那只地鼠总不可能爬到这里吧？莫名其妙建筑物里面就会多一些浮土这样，然后还有莫名其妙的纸张，这到底多热啊？为什么60几度就变红色了？嗯，百度，70度，但我人过去都要穿太空服，管他了，40度，这充电器就没那么充电器嘛，这个变压器就没那么惨。今天好像研发不完，完全一个没进度，差多少？可能还要看这趟回来会不会带两个50的啊？不然的话还要蛮久的，这个快要可以发生。氧气产出不足。氧气不足，好，这个压力的原因应该是跑到这个厕所没办法上，在真空中建厕所计划失败，无法建立真空厕所，爱哭鼻子，为什么爱哭鼻子这样耗力量？那我就把它弄，把这个小人找起来，建造放牧，这好像还不错，就是这个耗力量，健步如飞。啊，算了，我觉得里面现在副作用最小的就是爱哭鼻子。这个就不会消失了。
下。最高就到这边而已啊，所以我这个太空船没办法更高了吗？顶多在一层。哇，你穿透到这边哦，是否有点太长？这已经是地堡穿了，就可以打到这边。如果人被砸到会怎样啊？好奇中，哎、欸，我不要找这个哈、哦。咦、欸，糟糕！要找一个在海的分类耶，突然又忘记了。找一找就突然忘记了。灰是，不可能是液体吧？水跟污水，过滤器，矿物燃料。炼金水，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找不到它的分类，数据库也没有，这个到底是怎样？打扫，我弄一个箱子把它打扫起来，存箱。我把那个即时建造关掉，我来盖好了。盖的箱子应该不会太久吧？嗯，要升级好快哦，感觉有比之前快哦，还是纯粹是我想太多？后面会越来越慢这样。真的没有人要来盖啊！生气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只让我开 debug， 超没耐心的，不想等他们睡饱起来。这样，哦，直接打扫全部，这样总该可以把它收起来吧？好，把这个关掉了。回来了，然后喷一堆水出来啊！那个测试一下，地高水，地高水，哎哎，没按到，这场是这边会有水哦，是不是这个是水蒸气啊？然后通通凝结，二十，出去库就二十，没水啊？为什么之前我那里会有一堆水？我不科学哦，才二十而已，这一段才二十，你跟我开玩笑？跑厕所，欸，飞上才二十哦，这可以飞了吗？可以，我换一颗，是不是这颗的东西被我拿完？它明明是五十啊，怎么只有二十？分析完成，是。咦？我要选教室，然后飞这个，那怎么按？这个，咦？为何无法按？这个死态，我的宇航员还在上厕所。没有在聊天，小动物饿死，还有小动物饿死的，我有第一个在外面，我都没有观察他，
真的会产任何东西吗？先不要管它了。好，发射哦。哦，等一下，太晚了，撞到来了啦，幺幺。太晚了，蒸汽太丰富了。可是那个蒸汽应该是可以回收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边铺满那个，铺一下，我要测试一下，三四强，但会不会出事啊？不用盖了，因为盖到吐血。哎，等等，开那个 debug， 等一下，我不准盖，我要暂停。还想说用盖了，因为盖到死，我真的吗？用拉的都觉得蛮麻烦的。可是往上还是会漏掉，欸，这样好像没有任何意义。这样好像没有意义耶。啊，不管了，纯粹自己盖爽。试一下那个水蒸气能不能回收，可是这边的温度要爆掉，算了，不管了。然后等他才回来，也不行哎。我们也没办法，这台应该还充不饱。被着陆，咦？为什么我准备着陆？这个真的还有 bug？ 为什么三个准备着陆事件？是不是哪里怪怪的？然后这个没有被收起来，是不是这个没有办法放到储存箱啊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，没有办法收到储存箱就对了。路线度不够高，
太扯了，两个研究餐，然后回来只有那个50点，也不只有二十的研究点数。这走路到底怎么了？还是我也来试一下，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有这边再盖一个？好，我来试一下，反正你 bug 哦，太爽爽了。这个墙应该不会被陨石打爆啊！自己盖要盖超久，哎，刚才怎么损坏？看有没有看错吗？他损坏这样。这里又有红土，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？这完全封起来的欸，我有没有看到那只地鼠啊？你整个想不通，从哪里冒出来的斧子？这一把是干嘛的？封起来，上面没有封。铜，这是精炼金属。艾库比斯，病毒三打。我的东西，那个应该是用来测试你的医疗系统够不够好的，这样吗？这主物到底是怎样啊？然后还有一个储存游戏，你卡了三个，等等那只火箭回来就变四个了。生长，缺泥土。是我回到标题画面再回来就。就会比较正常的。准备着陆乘以三。二。营运站。这厕所，啊，嗯，现在不知道干嘛，趁现在用 debug 把后面的背板铺满。
再盖两个厕所，然后要放氧气。厕所，哪里管道？这样会有污染，讨厌了。站点吗？公共事业。在厕所后面放一个生氧气的，藻类容器。哦，看吧，有。然后现在还没有小麦，其实野生的才36个，也太少了吧。还有绿色水，绿异菜绿，夸张，异菜的绿气。在哪里呼吸？到厕所呼吸新鲜空气，好像哪里怪怪的，好像那么不会出事啊！到厕所呼吸新鲜空气，感觉很恐怖哎。后面继续挖吗？再弄一个肥料吧。怎么看？这不好洗啊，等翻译。倒不是。不会，有水对不对？有水。然后多少？60的数据库。好，数据库应该够了。淹水了，所以即使这个水被回收了吗？那多少水？我好好奇那有多少水啊！那边的水是不是一直蒸发，一直凝结？可不可以降温啊？非常好奇。还有二氧化碳，哇，二氧化碳好多。为什么那么多二氧化碳？喂？干嘛？为什么？这个门架会跑出来？啊，因为那个气压感应器被激活了，超蠢。咦，为什么都受伤了？现在感应器会被打到。我给你一个砖块，哎，背板要拆。要保护起来。哎，这个不用啊，这个没有被打到，没事。气压感应器会不会陨石砸到啊？有没有关掉？重按一次。真？真的屁！那玛丽嘞？玛丽还困在里面。
这边的水蒸气一直凝结，一直跑出来。你蚂蚁快去研发啊，不要在这里玩了。我要做新火箭，虽然今天应该没办法了，可是下次再做吧。今天无进度这样。不知道我在看什么。他在研究什么？可是他在探索这两个已经跑过的地方。一直在下雨，直升机跑上去又跑下来，这样。好，然后下面温度变高，又上去，然后又下，上去又下。它原本是真空的话，那个蒸汽全部被抽掉。哇，这好像也没办法回收哎。哇，压力也很高，这其实可以回收。在这里弄个抽气的抽进去，嗯，好像是哦，无限回收的那个蒸汽火箭，那我可以啊嘞，我把这個弄断好不好？超想试的。水管断，有水管吗？哦，输气管道断，没有办法盖掉之前的指令，好断，然后那个抽气了。空气，这个很好奇啊，然后也气体比较刚好，下面，好，开始乱玩，乱玩，其实应该放在最下面啊，没地方塞了，变态嘛，防止陨石撞击。哦，气体管道。要接电哦，电。哦，好懒哦，直接拉过来好不好？一整个懒惰。可是有二氧化碳嘞。这样会爆吗？要不要再用一个那个分离气体？那你这样有二氧化碳啊，真不太妙。这二氧化碳应该会在那个下面欸，为什么二氧化碳比蒸汽还要轻？呵呵，这个气压感应器出事了，还是我应该改成温度感应？刚好在那个触发范围，好吧，调最大没事。刚好在那个范围那边跳来跳去，哦，漏水了，妈的，这样不行。拆除键。哇，漏掉了，可惜。这样比较不会漏。哇，这样可能就不准了，因为有一些漏掉了。啊，不准就不准了，没差。咦？为什么？我看这边有水蒸气跑过来，我想一下。好麻烦哦，
我水蒸气跑过来，哦，二氧化碳跟这边跑过来的，原来是这样。进去干嘛 ？What？ 你是他妈假？锁定。这边应该没有办法再，没有需要再进来，说什么没有办法再进来。那不需要进去了吗？把它锁起来。看能不能灌得满。哎，可是忘了收台。如果灌得满的话，这边蒸汽就可以循环使用啊。这样也是蛮好的一件事。那只要把那个火箭灌满一次，就可以一直发射这样啊。但也不太科学。好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这样用。个人也很好奇，为什么这里的水蒸气会这么多？好像快没了。啊，好像也没有多到哪里去啊。就是感觉这样好像够用这样。然后等一下会抽二氧化碳，怎么办？弹。有一些漏过去了，没有办法完全回收。然后还有一些二氧化碳在这边，啊，觉得今天应该试不出来，下次再研究好了。不然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嗯。我觉得有可能可以回收哎，可是好像又不太够。这个有一些是这边灌过来的。所以可能没有办法100%回收，然后应该会有二氧化碳灌进去，我没有做那个气体分离，这个叫什么？气体过滤器。哦，有二氧化碳灌进去，反正没事哎。咦，它不会损坏哦？咦，它不会损坏，所以不用过滤嘛，对不对？咦，对啊，放二氧化碳进去啊，没事哎、欸，这个发动机好猛哦、喔，二氧化碳进去也没事啊，所以完全不需要做那个气体过滤器啊。如果它没有改掉的话，应该是还不用啊，没有损坏啊。OK， 那不用过滤啊，过滤个屁，然后应该不会有官方人员看到啊。这是什么？又多一个奇怪的东西在那边。现在有两个奇怪的东西耶，然后不知道干嘛，怎么用？好吧，那今天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下次我看能不能把那什么来着？哎，研发完了。哦，有了。好像可能要飞个四次才有办法。研究出这两个都研究出来，固体货物、固体资源啊，所以那些资源可能要放货仓，然后我有新的固体燃料燃烧，金锭的铁锭的炼制，哇塞，铁锭可能可以哦，因为陨石掉下来有铁，那可能下次我再看看，在这边再做一只火箭吗？至少太浅，然后飞的距离可能会远一点。OK， 那今天差不多这样啊，我把那个硬件用掉。地鼠蛋坑，讨厌地鼠，有没有人专门养地鼠？好吧，今天差不多这样，先收台啊。